欢迎使用海威格 X5， 下面由我给大家演示如何使用 X5 产品。首先将主机取出，水平放置，然后将保护膜撕去，将能量导线、热能导线、激光能量线分别的插入到主机右端的相应接口，将通用能量贴旋转的切入到能量导线，接通电源前将电源开关置于关断状态，然后将主机与原厂标准的适配器连接上，将电源接口插到110伏或220伏交流电插座上，使用前先掀开保护膜，使用后应立即将清洁的保护膜贴在通用能量贴表面，防止其基本成分自然损失和灰尘污染。下面我们进入操作说明。开机，开关在主机后面。进入欢迎界面，欢迎使用海威格 X5。 语言选择，开机后默认为中文，清楚语言键可以选择中文、中文语音关闭、英文、英文语音关闭四种模式。中文、中文语音关闭。English, English voice off. 中文。定时时间，清楚时间键可以设置10分钟、20分钟、30分钟、定时关闭四种状态。定时10分钟，定时20分钟，定时30分钟，定时关闭，定时10分钟。功能选择，清楚功能键可以选择腰背、肩颈、足疗、关节、手腿、综合任意一组。腰背、肩颈、足疗、关节、手腿、综合。能量开关，清楚能量键可以选择能量一、能量二的输出强度控制，中文语音提示为请按加减键控制能量一程度，或请按加减键控制能量二程度。请按加减键控制能量一强度，请按加减键控制能量二强度。调节程度，轻按能量加或能量减键，选择个人适应的最佳能量强度。热能设定，轻触热能加或热能减，目前可以设置为38摄氏度、48摄氏度、58摄氏度，也就是低温、中温、高温三种状态。轻触热能减可设置中温、低温、关闭热能三种状态。38摄氏度、48摄氏度、58摄氏度、48摄氏度、38摄氏度，关闭热能。激光开关，轻触激光键启动激光控制开关，可以选择激光强度一、关闭激光两种状态，需要把激光能量头放进鼻腔内。激光强度一，关闭激光。关闭激光。好了，感谢您使用海威格 X5。